你别听你妈瞎白话啊！他说话就是嘴不对心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，哎，就昨天呢，他听说要走红地毯的消息啊！哎呀，把他兴奋坏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他回家就一宿啊，翻箱倒柜的，把他认为那个好看的衣服全拿出来了啊，套上一件，崩开线了，又套一件啊，崩开线了。最后终于找到一件没崩开线的，那就穿这个呗，把拉锁头薅下来了。嗨，哎呀，你可别埋汰我了，人家我是给我大姑娘找件漂亮衣服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找不着合适的穿的就得了，你看你整的把我拐的这档次都下去。哎呀，那你这个大姐夫，哎，我早就想到了，行动，来吧，来，把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。来，哎呀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来呀，来，妈。你穿那个，哎，这是爸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？这是给您老人家准备的啊，这才叫衣服呢。看，哎呀妈呀，这透红透红的衣服我可穿不出去。哎妈，你看这红色多正啊，趁您脸色显白显年轻。对，妈多高雅呀，这多漂亮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主要是心理的障碍。对，年龄大不是个问题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老要张狂，少要稳。对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这衣服我真穿不出去，我可不能穿。哎呀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衣服可是国产名牌，你要不穿不白瞎了。对，不是老伴儿啊，咱们得自信，总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朵鲜花。哎，你别老把你自己当雌黄。我可没你厚脸皮，妈不穿。你咋这样呢？哎，钱人芳，哎。咋办？白买了吧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！哎呀，怎么的？小大姐夫啊，赶紧想想招儿，你快快！对呀，撒棱撒棱的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挨上了呢？这不是应该我挨吗？咱家里只要一出现困难，你哎，肯定就是你解决。我跟你说，我也会。哎，你挨完你行吗？当然行了，街坊邻居们，你看着，我有办法。妈呀，你看这衣裳啊，我给你买的，2000多块钱的。你说你要不穿，当小辈儿的也不能强迫你。是，那行了，扔了它吧。对，你扔了。拿回来。哎呀妈呀，这么贵呀，2000多块钱呐！你看看，舍不得了吧？嗯，那我也不穿，你愿意扔，扔吧。哎，这大姐夫，哎，哎呀。哎，这是吗？来吧，上。那个，妈，爸，我觉得你们穿上这一身啊，挺好看的，啊，没啥问题。另外，咱们范米粒啊，是一个整体，对吧？所以风格一定要统一。对，我决定，咱们这次出席啊，咱们服装全部换了，就以妈这个服装的风格为基准。这样多好啊！行不行，妈？行。什么主意？别吵吵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行动，好，这事儿就靠你了。坐下，哎呦，我说老头子还是我大姑爷，他就是了解我的心事。是，哎，这回你就放心吧。啊，要求全家都照你这样看齐。对，你看这多自然。哎，好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预备，奏乐。跟你配套啊，妈，是这样的啊。哎呀，这样一个情况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妈，你看我们这不是为了体现劳动的美吗？对，跟您在一起，这不是配上了吗？对，因为您这穿的衣服就是平时做饭的时候穿的衣服。对，不是孩子，我这上班的衣服我也就穿上了。你们这不是比你妈妈呢吗？哎呀，你就别装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敢说，你现在心里巴不得的穿上那条红裙子。对不，就表面故意拿个样，就要这股劲儿。你跟谁较劲呢？你非得让孩子们跪下求你啊？是妈，那你就换上吧。我不穿，我不穿。把这整后边的给他套上。哎，来了，套上，套上。
不能跟藏。你穿上穿穿。你看你。哎呀，你看这衣服。哎呀，穿上就是、看看、哎，穿上就好看。哎呀，你看看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别说、啊，爸，你还真是了解我妈。哎，就得这么干。我跟你说，师傅。哎，我发现了啊，真正了解你妈的啊，还是你。怎么是我呢？想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，你妈就想着能在婚礼上穿上一条红色的连衣裙。哦，你给妈买一件来。我答应她了，我就上商店了。啊，到那一看，那个裙子那个漂亮啊！啊，我钱不够。哦，买不起啊。哎，没有办法啊，我就回我们剧团啊，找那个小乔，就现在咱后楼住的那个老乔太太，乔阿姨，我把她的那件红色连衣裙借来了啊、哦，结果你妈看见高兴了，就往身上穿呢啊，没穿进去，咋的呢？收，嗨，那你就说我妈太胖了。哎呀，在婚礼上没让你妈穿上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啊，到今天都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。爸，那您后来咋不给她买一件呢？对呀、啊，我总张罗给她买、啊，可能是。他打那件事以后心里也有疙瘩了，就不让我提这个红字儿。不，前两天他过生日，我给买条红裤腰带啊，死活都不系。这为啥呢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我估计啊，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候没穿上，这心里记疙瘩了。顺风啊，哎，如果你今天能让他穿上这件红连衣裙，哎，也算圆了我的一个梦，我欠你妈了。你放心吧，爸。有我和大姐夫呢，一定让妈穿上。你放心吧。